装啊，这个简直可以说变成武器啊！可以拿溜溜球来打小鸟，来打人。所以据说原计呢已经被管区列管了，如果路人走在路上被不明物体砸到了，他都要被约谈的。溜溜球在他手上，非常的厉害哇！好，谢谢，谢谢袁静啊，这个精彩的演出哈、啊，哇，各位可以看到他这个玩这个溜溜球啊，这个简直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，哎，所以这个球啊，在他手上啊，要他怎么飞就怎么飞，这样就 OK 了吗 ？OK 了吗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这个哇，各位看到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些人都不简单啊？有哈。点头如捣蒜，谢谢。好、哦，真的，这个能够这个入围全国的十大杰出的，那个每个人都是真功夫的哈、哦。接下来这两位呢，就实在是，哎，可以说是街头艺人的这个长工了哈。长工，对对，你看两个人啊，哎，平常没有别的事，就是走遍全台各地到处演唱哈、哦，所以我称他们为长工嘛哈。哦这、就是我们的路口逗留二人组哈，大家午安，哎，让我升级一下，对对对对，这两位呢，只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，哎，这句成语叫做“美女与野兽”的组合，你根本就是野兽与野兽，好不好？野兽，一群野兽那个是美女与野兽啦，那个美女就是我们的默默，来默默挥挥手，感动。野兽就是我们的旅客，其实呢，我们很喜欢当默默的旅客。那我们考遍全省所有街头艺人，我们大概是楼上有十二张。哎、我们大概还有多少分钟可以唱歌？唱一首、哎，只有一首。好，那就最嗨的那一首吧。因为我们马上要进行摸彩了，各位，再补充说一下，刚刚看过这么多组的街头艺人的表演哈，包括我们前面帐篷区的那几位哈，只要你觉得心目中你最喜欢的那一组，把它写在我们现场的摸彩键，我们摸彩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到服务台去，我们服务台那边呢？有发送现场的摸彩店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投票，投票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稍后，哎，我的电视呢？电视跑到哪去？电视把它搬出来，哎，我们照这个电视，哎，我们的电视呢？稍后呢，我们会再摸出一部32寸的液晶电视，只要你有投票的，马上就可以，哎，对对对对，马上就要离开哦。没有电视的，我们有安慰奖，也有这个面膜了哈，哎，养生奖啊，是冬天啊比较干燥哈，还有一些呢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叫做 EGF 的活颜精粹成分，然后这个哎保护皮肤的哈，哎，这个也是安慰奖，算是安慰奖哈。还有呢，哎，这个由我们街头艺人赞助的两条他精心编织的。这个手链哦，这个非常有具有那个原住民独特的效果哈、哦。这个手链啊、哦，也有两条，这是由我们这个街头艺人啊，一位听障数位画家的艺人哈、哦，陈心和小姐所赞助的两条手链。这个呢，稍后呢都会在这个黄金的摸彩箱里面摸出来。所以各位呢，如果还没有摸拿到摸彩券的，赶快到我们后面的服务台拿一下摸彩券。现场只要填入你们最喜欢这十组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组，稍后我们就会在这里摸出了今天所有的奖项了。好，看后面有声音表示 setting 好了，来，我们欢迎路口逗留二人组。嗨，大家好，路口逗留二人组。对，我们直接就最嗨的那一首，就直接最嗨的那一首了。今天最嗨的那一首啦，然后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，重感冒。对啊，我今天是唱什么歌都像蔡徐坤。日月潭人，没有
是去餐厅秀，特别一开始就讲歹势，我今仔日刚刚哦，哦，真的，今天是我的音色本来就是不是这样子哦，请大家多多见谅。对，真的今天是日月潭的人，因为我是少主，你也少，你也少，对，然后打刚刚吐少，那个少主 ，OK， 来了，好，来。